本节目由下周五你等着学校，我拿个麻袋回来。哔哩哔哩弹幕网提供。About someone else. Every time you're not in my arms, I start to lose myself. Someone please pass me my shades. Don't let them see me down. You have taken over my days. So tonight I'm going out. Yet I'm feel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出品的王者搞笑电台盘点之凯伦播报。我觉得我帅，我就是我全身上下都比他帅。第一就是因为周杰伦和我一样帅，可以用他的可爱加上我的帅，可以做上一个组合吧。这个是怎么说，史上最帅和最可爱的人。对，我帅不帅？我觉得王源是最帅的，对不对？WAP 内瓜农第一次联合玩坏分打广告系列，各种风格应有尽有，快来围观吧！男人要肾好，就要喝肾宝，喝了以后比刘翔快，比姚明高，一瓶提神醒脑，两瓶永不疲劳，三瓶长生不老。哦耶！肾宝。味道好奇怪，太多我说不完，看着我你眼里闪烁，那甜甜的傻笑顺便介绍我给你的酒窝，放胸口请你相信，不要怀疑。你没有看错，这个手势就是相信我的意思。凯源之间有很多只属于他们的小秘密，互相信任，而我们也将会永远无条件的相信他们。里面有人来告诉我这个到底是什么梗吧。哥哥你看有烤肠。哪儿呢？我任性一下。这里信号不好。他给挂了。他我也想说了。爱和梦想真好，总有人为了这两样东西打破自己的樊笼，更何况这两者都能在对方身上看到的时候。还好我没参加这个游戏。来看一下数字是多少。天才就这样了。看你的31。168。我不行了，我要累死了。还好我没参加这个游戏。毕竟我是刚进的。我是有偶像包袱的人。偶像包袱的人。偶像包袱的人。我是有偶像包袱的人。偶像包袱。偶像包袱。我是有偶像包袱的人。偶像包袱。偶像包袱。我是有偶像包袱的人。等你的笑容，却看不。哎呀！你观众看着我，我心脏。哎，别，不能观众，脸痛不痛？我就问你脸痛不痛？我的脸痛不痛？不会啊，我一说话他就要咬我，就很他就是啊，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就。谁叫你抱别的狗？不服你也来咬我。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后悔没让你知道。改不了不让他知道，我一定会呵护着你，也懂你伤。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后悔没让你知道。安静的听你撒娇，看你睡着，一直到老。开不了口让他知道，就是那么简单几句我办不到，整颗心悬在半空，我只能够远远看着，这些我都做得到，但那个人已经不是我。
谁的腰最细？我的腰最细的。你腰还细哦、oh, ，OK， 我腰是最细的。他来，好，来，我们一起指啊，来，你们觉得谁的腰是最细的？来，我们待会儿会现场量的。来，三二一，我吧。王源，俊凯觉得是自己，是不是？千玺觉得是王源。好，我们来上皮尺，先量俊凯的吧，我们就隔着衣服量就好了。来，我听到声音吗？转一下，来这边，来，63，好，俊凯是63，来，俊凯帮王源量一下，66，64，来，我们先坐下，衣服的时候都会。看那个数据、自己都会记得哪个好，所以我每次只看腿长和腰。